为了那个 ET 的，然后昨天半夜一直在聊那档节目，一直说什么快点啊，要来不及，就明天怎么帅帅的，然后什么之类，然后就赶快去买染头发。为什么你都讲话要这样加油添醋？我昨天说的明天是今天呢，是为了陪你呢。那是因为你，那是因为我告诉你们，那是因为礼拜二要跟凯奇他们交换礼物，礼拜三要跟 ET 一起吃饭，礼拜四要今天不 RP。为什么你要这样乱讲话呢？为什么你要这样乱讲话？我明就说今天，对不对？喝个清酒怎么样？啊？喝个清酒？没有，你清酒你喝一口都不喝了。可以，我喝。那就先喝美酒。啊，美酒加。美酒加冰。哎，它有水吗？它没有水哦。那你要喝什么？这个。可乐有吗？有啊。它可乐还蛮便宜的。姜汁汽水，我的可乐啊。因为你跟两位确认一下，我们是点一个经典套餐，另外加点一个澳洲和牛牛舌，对吗？对。好，套餐刚有跟你们讲过价钱的吗？好，它是一个人二八九，是两个人二八九？一个人二八九。OK， 好。不包含饮料和水。OK， 好。谢谢。是我们的吗？啊，那待会我们会分出两人份，看有没有需要拍照。好好。多久前呢？我是两个礼拜前订，可是我们订平常天，如果假日可能要三个礼拜吧。手机先吃，手机要算一人份吗？手机是冷吗？啊，这可乐。妈妈来喽！这个是什么？旁边很像萝卜糕还是什么？还是豆腐？然后它是用荷麻、胡麻酱的感觉，高丽菜丝沙拉。这样子拍得到吗？它没有花生，还不错。两位有空的话，帮我把这个柠檬汁挤到你们各自的碗里。好。那待会挤完的柠檬皮，我们就放回来这里就好。好。我们的肉都会都沾着柠檬汁。好。对，那这个待会是我们的第一道餐点。谢谢。是牛舌是吗？牛舌，南国的，好像番茄。葱花牛舌。为什么米其林？他不是坐轮胎，为什么他去评价美食？这个是澳洲和牛牛舌。谢谢。你们可以先拍照。干这个肉，他那个油花有点猛哎、欸。这个是牛舌，这也是牛舌。这是厚的那种。嗯。超级厚的，那缺少干。帮按一下荧幕中间。啊、应该拍侧面。蒋西南，你去不到。蒋西南，你去不到。蒋西南，加班吧，蒋西南。继续的攻击他。我们趁着吃，那看这样子的味道熟度上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那可以。蒋西南，你去不到。蒋西南。大碗的葱油牛舌，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葱油牛舌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烧烤店啊，烧烤店的米啊，有些都水准超级高。就像老干杯的米，它的那个月光米一碗好像60还80，我都忘记了。然后那米超好吃，好，谢谢。那个牛舌多少我也不知道哎。满足我就直接烤了。好，那谢谢你们。不好意思哦，放满足就可以加点柠檬吃就可以了。薄薄的。可以，它的肉很可以。放满足不会太柴，薄薄的，很香。一口肉，一口白米。然后我之前自己烤过啊，我从小把那个肉放在米饭上面，不觉得这画面很美吗？然后再一起吃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们澳洲和牛舌
这个第一块可以吃盐味，第二块可以蘸柠檬吃。好。粉红色的色泽。好猛哦，这个牛舌。快受不了这牛舌，我想讲，要跟这个牛舌拉直了。感觉跟那个烈酒有得比了。没有，它这个烈酒一样算，都是一样后切的、啊。对啊，但是它的感觉又比烈酒那么好。蒋西南，哦，蒋西南这样都好好吃哦。啊，上面还有肉汁。给我可以有一小碟辣椒吗？牛肉的部分我们不建议给辣椒酱。哦，没有，我是配白饭。好、啊，谢谢。那等我一下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张牌，你不觉得这样很美吗？拍这个。我说你对。肉在白米上，这就是一个很无敌的搭配，我觉得。这是它的辣酱，大碗的辣酱。这个感觉旁边应该是辣油跟辣椒。它这个是咬得断的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下面是咬得断的。然后它又很嫩。它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，你可以吃到它的面层次。你干嘛拿我饭？咬下去第一口是弹，第一口就可以把它咬断，然后不会那种咀嚼不烂的那种感觉。啊、就是刚刚板腱。我觉得利久的会有点，吃一次会觉得有点，就下次再吃要想一下。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。真的假的？泰瑞说吃五花。这个牛五花，这可以沾点柠檬吃，也可以配白饭吃。我刚以为是猪的。牛五花。走，他说要沾什么吃？沾酱。可以直接吃啊，可以配饭。那因为它会有六小条，帮你们搭配不一样的味道。好，那第一个味道先吃瓦萨比，就用筷子挑一点在肉上面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他告诉我这是沙朗，对不对？你看它侧面这个油花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像这边呢、啊，这边这个白色的地方是它的油脂，深色的地方是它的肉，然后你看这个光直接打下来，油脂跟肉，这种和牛，你知道吗？吃起来真的超爽的。这边帮你们搭配第三种口味，它是用柚子胡椒酱配上芝麻叶，趁着吃。柚子胡椒酱配薄荷叶，还蛮漂亮的。还芝麻叶，忘记了。我觉得我真的吃不多，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腻的感觉。好，都给我吃吧，都给我吃吧。怎么那么快就熟了？怎么那么快就熟了？杏鲍菇，我们要先吃这个。虾好大只哦，撒点盐巴。吃起来真的哦，太赞了！我就是需要它。那这个海鲜的部分呢、啊，你就可以沾着你的那个辣味增一起吃。虾子好大哦。掉下去了。这是它小，你看它这个油脂跟这个肉。可以的话，一口吃。我觉得快五开了呢。没有，应该六四了，应该六。但是好扯哦，这个肉。真配下去。
味。那它的这个这也是澳洲吗？这个是日本的吧 ？OK。我们待会吃的时候会吃到淡淡的酒香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酱汁里面加了甜酒。OK。好大啊，好胖哦你，怎么那么胖啊？怎么样好吃吗？上面是很单一，跟寿喜烧酱汁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嘴巴擦一下。啊？嘴巴擦一下。然后那个肉完全没有筋，入口是即化，然后配合那个饭粒，那个层次很好，超棒的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道，这是我们的辣味蒸鸡腿肉。OK。六楼。点一下。啊？没碰东西啊？点一下。啊。点了。